他我真聪明，这是夸我呢。出了个主意把我坑，当场点名，当个里根拉根灯，叫我唱，当当当个里根拉根灯，说唱就唱，我有才能。你有能耐，这么着，今天过年了，咱们来聊是这个，有话好好说。哎，您唱成这有话好好说的，唱这个栏目，哎，张口就来。您来来，这栏目我要说一说。他的名字叫有话好好说，这还敢打呢？这还节目精彩真不错，是你也说，是我也说，他也说，是你也说，我还说，你倒要说什么呀？你我老得说，大家要看怎么有话好好说。哎，太厉害了！哎，这还有点意思，憋出来了吧？可以。哎，那个什么，你，哎，你这么，你刚唱着刚才咱们演出那高峰，咱高老板，高老板张口就来，唱唱他。这一位我也看得清啊，他的名字就叫我高峰。对，说高峰，我是道我高峰，他是姓高明峰，他叫高峰。你倒腾劲儿干什么呀？说他从哪儿来，干什么的？水产专业的大学生，哎，不干水产啊，他说相声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哎呀，哎，这么着，您唱唱咱们班主郭德纲老师。这一位我要讲一讲啊，他的名字叫郭德纲，郭德纲啊，他像水缸。哎，你等等等，不是你不想干了是怎么着？他嗓门亮，哎。说学都唱，他最棒，带领德云啊，他创辉煌。太好了，你看咱们这观众特热情啊。这边的几位，唱唱这几位。这几位我也看得清，啊，他是又男又女，他小莺莺。是，虽然看得清啊，可我也说不清。嗯，我不知他的姓啊，也不知他的命。哦，我要胡说八道，怎么人家不答应？就这。